现在可倒好，你连课都不上了，将来咋办？啊，想过没有？将来嘛，等革命完了再去上课嘛。哎呦，到那个时候啊，可就全耽误了。你忘了你舅舅那句话了啊？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啊！一寸光阴一寸金。 啥来着？寸金难买寸光阴。啊，对，笑话。妈，您现在说话一套一套的，但是你也阻挡不了我们革命小将去革命。你去革命？嗯，你那叫革命？嗯，我看你那就是喜欢跟着连生。妈，连生哥是井冈山纵队的司令，我是他的兵，当然要跟着了。 那边买点东西吧。啊，走。不会是来找我们的吧？我害怕。先别进去了，看看什么情况再说吧。 徐军长，如今是军区的副司令员了。接到我的信，尽管工作很忙，但还是专门抽时间来看望你。哎呀，真是给司令添麻烦了。这信啊，是我让小妞写的，你可千万别见怪啊。怎么会呢？哎，弟妹，你坐。哎，好好好。弟妹啊，你就是不给我写这封信，我一定要来看你，早就该来，可是工作太忙，抽不开身，是我对不住你们呢。哎呦。 话可不敢这么说，你呀，现在管着这么多的部队，这工作上的事儿啊，肯定少不了。别挂念我们，您忙您的，我们娘俩都好着呢。徐副司令员还真是没有忘记你们娘俩，每年都托我向你们拜年，对吧？哎，是是是，这份心意啊，我心领了。唐安呀，就替我说好话。哎，文文呢？哦，嗨。 这丫头呀，成天的在外面闹革命，一天到晚的不见个人影儿，我看呀，都快不把我这当娘的放在眼里了。<笑>这可不行，不管怎么闹革命，也不能不把自己的老娘放在眼里头。我得好好跟她谈一谈。哎，那是那是，其实这丫头一直还听话，还算听话。<笑>妈，我回来了。这不回来了，哎，文文，来，快。 见过贵客，这是妈常给你提起的，徐副司令。看来这么长时间没有动静，好像不是冲我们的。那咱先回去吧。走。 你们找谁？哦，我们住在这里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于守业，他叫周小莲。啊，李玉芬同志说过了，你们可以进去。哦，好，谢谢。
徐副司令啊，这文文啊，今年也都18岁了，成天不上课，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。我看呀，不如跟您当兵去吧。当兵？文文，在部队的生活可跟你在家里不一样啊，在部队要有铁一样的纪律，你能做到吗？我能做到，是吧，妈？我能做到。哎，部队是所大学校，也是大熔炉，它能帮你提高觉悟，更好的去干革命。文文，如果你到了部队，一定要像你爸爸一样，好好干，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。哎呦，还不快谢谢徐副司令！谢谢徐副司令，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，一定做一个合格的革命战士。这就好，哎，不要叫我徐副司令，就叫我徐伯伯啊。嗯，我和你爸爸既是战友，又是兄弟。当年在朝鲜战场上，我这条命就是你爸爸救的，而他却长眠在3000里江山了。你爸爸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好了，我就破一次例，开一次后门，收下你这个兵了。真的，太好了，谢谢徐伯伯。妈，太好了，我可以去当兵了。干娘，干娘，这门口怎么来了这么多解放军啊？干什么呢？哎呀，那叫什么？军区啊，那个徐副司令员来看望玉芬呢。哦，原来这样。那应该是马大哥当年的战友。哎呦，吓死我们了！我们差点还不敢进来呢。嗯。哎呀，真是虚惊一场，自己吓自己。连胜到现在都没回来啊！我说你也是，你就不能等到明天再见他？啥事让你这么猴急猴急的？哎呀妈，我就是想等他回来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，让他也为我高兴高兴。哼，连胜现在可是大忙人了，到处造反，那指不定什么时候回来呢。要不啊，你先去睡。等他回来了，妈再叫你啊。妈，我不困。你看我这马上就要走了，留下你孤孤单单的一个人，也没有人陪你说说话。孤单，你妈我呀，孤单惯了。哎，我很小就没了娘。等你刚一出生，你爸又牺牲了。现在连我这宝贝闺女都要离开我了。我已经习惯了，生就是孤单的命。你呀，也不用瞎操心了啊。妈身边啊，人多人少都是活着。只要你将来有出息了，妈就算没白辛苦一场。
妈，我知道你一个人把我养大真的是很不容易。等我参军回来，我一定好好的孝敬您。哎，妈不求你这个，这天底下当妈的，没有哪个是图儿女将来怎么报答才生儿育女的。哎，妈，可能是连生哥回来了，我去看看啊。哎，女大不中留啊。哎，连生哥，文文，你已经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先回学校呢，害我等老半天。连生哥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我爸爸的老首长今天来看我妈了，他现在是军区的副司令员，而且他今天答应让我参军了。真的？这太好了，这工业学大庆，农业学大寨，全国人民都在学习解放军。你要是当了一名革命军人，我还得向你学习呢。连生哥，那咱们一块儿参军吧。等到了部队，我跟徐伯伯说说，让他把我们分到一个团，哦不，分到一个连。这样的话，咱们俩又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。不，对于我来说，领导井冈山纵队继续我们的战斗是最重要的事业。这世界上还有1/3的劳苦大众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我要去解放他们，我不能停下前进的步伐。你要是不想去，我也不去。说实话，文文，我很羡慕你，你可千万不能失去这个好机会。连生哥，从小到大我们俩去哪儿都在一块儿，这次参军你要是不跟我一起，剩下我一个人，我心里不踏实的。没事儿，部队里的战士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，他们一定会以饱满的革命热情照顾好你的。那我不想离开家，不想离开你。那没关系啊，等你到了部队，你就给我写信呗，我也给你写，这不是跟天天在一起一样吗？不一样。文文，明天我们井冈山纵队要组织批斗会，我要主持，还要发言，你呢就赶紧回家睡觉吧，我得回去写稿子啊。哎。今天排练你唱得挺好的，看来你已经完全把握住柯湘那个人物的灵魂了。还不是你反复给我讲了很多次，我才找到感觉的。你的领悟力本来就挺好，这都是小的时候打下的基础。嗯，还是要感谢干娘。是啊，这教育啊就应该从小抓起。你看连生，小的时候挺好的，可是现在到底怎么了？一天到晚批这个斗那个，我真怕他这样再闹下去会出事的。他想参加运动，咱们也拦不住啊。连生已经是大人了，做什么事情他自己心里应该明白。我认为啊，只要不杀人放火就行了。你别总往好处想，现在的孩子有的时候头脑容易发热的，做出来的事情简直令人发指。他们前几天把学校的几个老师给打了，你说这比杀人放火能差到哪里去？要不就给连生送到乡下吧，让他当知青参加劳动，这样可以自食其力，杀杀他的性子。不行，他从小没吃过什么苦，到了乡下，哎，其实我已经想好了，改天我跟玉芬说一下，请他帮忙找下徐司令员，让连生也去当兵。这部队纪律比较严格，应该能管得了他。
这连生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儿子，但是这十八年来，我一直把他当成亲生骨肉。我总觉得我跟他的心是相通的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他的事情。 哎，玉芬呐！哎，舅舅，你坐。有事儿啊？哎，玉芬啊。嗯。还真有事要求你呢。你这话说的，咱们都在这一个院里住了十八年了，啊，知根知底，知心知肺的，差不多就在一个锅里吃饭了。说吧，啥事儿？是这样的，哎，我呀，哎呀，怎么说呢？玉芬。 你看看能不能，去给徐司令说一下，让连生也到部队锻炼锻炼。这事儿啊，你说晚喽。晚了？嗯。哎呀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们家文文今天已经动员你们连生了，让他一块儿去参军，说到部队呀，到时候相互还能有个照应。 还是文文知道舅舅的心思呀。你别高兴了，你们家那傻小子一口就给回绝了。哦，连生不愿意当兵啊？连生哥死活都不愿意参军，他说他要带领井冈山纵队，把革命进行到底。连生这个糊涂孩子，他想什么呢？他这是。 哎，文文，那你怎么不劝劝他呢？啊，你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，这好沟通啊，不像我跟连生有代沟，跟他交流起来总是有矛盾。舅舅，我真的劝他了，他刚才还跟我说要写演讲稿呢。我先进去了，好吗？哎呀，你说我就不明白了。 你说人家想去参军的，找不着门路，恨不得求爷爷告奶奶的找人开后门。哎，你们家连生可倒好，我们文文还求着他，他还倒端着个架子。连生这孩子啊，是越大越不听话了。他这倔脾气，不像我，也不像小林。奇了怪了。 急吼吼的去哪里呀？外婆，啊，我得赶紧去学校，今天有重大活动，开批斗会，耽误不得。哎，什么耽误不得呀？这你们学校不是已经都不上课了吗？这还开什么会呀？不是学校开会，是我，哎呀，跟你也说不清楚。我说外婆，你也得跟上形势，不能再当逍遥派了。逍遥派？什么是逍遥派啊？哎，跟你说了也不懂。行，外婆是听不懂，跟不上了。 外婆，我来不及了，我得赶紧走了。行，外婆再见。哎，早点回来啊！哎，好看。妈跟你说啊，到了那以后一定要注意身体，多吃点啊。嗯。哦，连生这个混小子。 昨天一夜没回来，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。文文，
到了部队之后，一定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啊。嗯，少沾点凉水，然后内衣勤洗勤换着点，还有吃东西一定要细嚼慢咽啊。嗯，哎，小林，这你可就不知道了，在部队吃饭啊，你得学会快。你要是细嚼慢咽、文文静静的吃啊，那还没等你下第二筷子呢，菜早抢光了。文文，到了部队以后，赶紧的给你妈妈写个信，嗯，别让妈妈挂念了哦。我知道的，外婆。妈，你别难过了。那外婆，你也别难过。我走了以后，你一定找时间多陪陪我妈啊。还有，你不是说了吗？我参军是特别光荣的事情，我们都应该高高兴兴的，是不是？是是是，外婆心里高兴，这是高兴的。你光荣哦。走了走了。好了，你们呀就送到这儿吧，我送文文上接兵站就行了啊。嗯，回去吧，外婆。舅舅、舅妈，回去吧。上楼的做晚饭了，你要是不想做的话，干脆跟我一起去吃现成的啊。我还得生炉子做饭，这一个人的日子也得当日子过呀。雨芬，雨芬啊，你说你这些个年你守着文文，这日子过得多苦啊！啊，现在你说一个人支撑一个家也挺不容易的。这文文啊，他去参军了，你就孤单一人呐。也没啥，这不，这院里还有您、于老师他们一家嘛，咱们多走动走动。啥孤单不孤单的，也就没了。玉芬啊，我们可替代不了你那个当家的。我想，你还是找个男人吧。你说文文他现在，远走他乡去参军了，你也不老，再往前挪动一步，找个。知冷知热的男人跟你一起过日子，把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，多好啊！哎，这事儿呀，其实我也不是没想过。咋说，我也是结过婚的女人，既没文化又没啥本事，恐怕难找啊。再说了，这半路夫妻呀，到头的难。要是知根知底，脾气呀、秉性啊相投的话，倒也还可以考虑。那你周围熟悉的人里边有没有合适的？好像没有。人家和老婆孩子都过得挺好。哦，那只好再等等了。
看样子，于老师也跟上革命形势写大字报了。我哪里会写什么大字报啊？我就是随便练练字而已。再说，即便我会写，也没人找我写。啊，是这样的，你看，你们学校现在停课闹革命了，你整天在家待着也没什么事儿，不如跟我去剧团得了。我去你们剧团干什么？你以为还像以前的戏班啊？没事，我可以帮你化化妆。现在不行了，每个单位不会随便让一个外人进进出出的。我跟张团长汇报过了，我跟他说你以前帮我们排过戏，他就答应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们要排演《杜鹃山》，领导还让我演柯香。哎，你去帮我磨磨戏，把把关呗。这样板戏跟老戏可不一样，我又没念过什么书。嗯，万一要是演不好、演砸了，这可是要犯政治错误的。嗯，这倒也是。你毕竟从小在戏班唱戏，书念的少，这样板戏，哎，这样板戏不好唱啊。这思想内容跟艺术要求都不太一样。嗯，好吧，既然张团长同意了，那我就去帮你们排排戏，也算我参加轰轰烈烈的革命了。好。进来。哎，我说童书琪，你怎么还待在医院呢？你啊，葛同志，我真的不能去武器干校。为什么？我身体不好。我要是去了干校，我吃不消的呀。童书琪，这名单上有你，你就必须得去。身体不好，去劳动锻炼不就行了？不，我不是不愿意去劳动锻炼，我的身体啊真的是坚持不了。要不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，我能不去干校？那就要看你有什么立功表现了。表现？对的。我揭发，揭发谁？你说，我揭发反动派朱化臣的小老婆。小老婆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哎，你说呀你！哎，你说呀你！你快说啊你！你给我老实交代！人民剧团的周小莲。周小莲？哎啊！他怎么就是反动派的小老婆了你？他生的于兰生是反动派，是反动派朱化成的狗仔的。这周小莲吧，虽然不是我们单位的，可他也是咱们鹿城著名的演员呢。这样吧，也算你的立功表现，这干校你就别去了啊！工人阶级觉悟就是高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就。同志们，现在革命形势蓬勃发展，我们剧团却没有跟上这种形势。剧团向来是藏污纳垢的地方，是时候该好好整顿了，绝不能让一个敌人漏网。周小莲，站起来。
我们一直被你蒙蔽着啊！要不是人民医院的童书琪同志革命觉悟高，勇敢地揭发你，现在我们也会被你蒙蔽着。你是解放前鹿城警备司令朱化成的小老婆吗？我不是啊。你都给他生了孩子还说不是？从现在开始你不要演出了。军阀的小老婆，这是谁他娘造的谣啊？看我不撕烂他的嘴！这就胡说八道吗？一派胡言！哪里有这样的事情？这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太不像话了！他们不让我演出了，他们还喊打倒我的口号，让我接受批斗。还要批斗？这要是一批斗，还不知道被他们斗成什么样子。说不定还罗织出一个新的罪名来。我就找你，你不是那张团长吗？什么事儿？哎，我说，你有没有点同情心呢？啊，你有没有点无产阶级感情啊？那周小莲是被朱化成抢走的，不是他自愿的，他也是受压迫、受欺负的受害者，对吧？怎么就到你们这儿成了反动军阀的小老婆了呢？她是我们的阶级姐妹，你们怎么能批斗她？怎么能把她赶走呢？没人要把她赶走啊，她只是暂时不能上台演出而已。那你们不让她演戏，跟赶走她有什么两样啊？那她今后在剧团怎么待下去啊？你是哪个单位的啊？东方红副食店的，你管我哪个单位的呢？你，不是，副食店跟我们剧团扯不上关系啊！少在这管闲事儿。我是革命群众，是烈属，我还是军属呢，我有权利反映问题。反映问题找工宣队，找革委会去啊！我只管演出。像他这种人演革命人物，那是给革命人物抹黑。你，好好，我不跟你说，你把你们工宣队的人叫来。去呀！
们就是工宣队的啊。我来是向你们反映问题的啊。行，我们都知道，你跑来为周小莲鸣冤叫屈，这可是阶级立场问题。不让周小莲演出，是我们工宣队根据组织安排下的决定，这很严肃认真的。根据革命群众揭发，周小莲是疯子修的白骨精，是反动军阀的小老婆。周小莲她生了反动派的狗崽子，这是事实，她自己也承认了。这么下贱的事情她都做得出来，哼，真是个不要脸的旧戏子。我们革命的样板戏让我让不要脸的旧戏子来演吗？这你也是知道的，革命的样板戏要让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来演。你虽然有军烈属的革命身份，但是你的认识水平还是有限的，不要被反革命所蒙蔽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邻居之间都要讲原则的，不能无原则的冲动，无原则的顺情说好话。让周小莲来演革命样板戏，那是破坏我们工农民的高大形象，那就是破坏样板戏。破坏样板戏就是破坏革命的大好形势，破坏革命的大好形势就是做了一件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，这是与人民为敌，这就是反革命。我不跟你们说了。你也别想太多了，想想看，从和盛戏班一直到现在，你一直唱主角，现在不让唱了，那我们就不唱了，就当是休息了，不是挺好的吗？啊，别难过。还有批斗这个事情，你别太当回事。你看现在有多少人挨斗，无所谓的。我们两个生生死死的事情都经过了，还怕这个？那些毛头小子能把我们怎么样？只要有你，有我，有连生，只要咱们这个家是完完整整的，没有任何事情能压垮我们。哎，大家停一下，听我说几句。我们呢还要写一张巨幅的大字报，贴到他们鹿城二中的校门口，造成震撼人心的效果，显示我们井冈山纵队才是真正的革命小将。我宣布，从现在起，于连生被井冈山纵队清除了。你们要干什么呀？我是司令，谁给你们的权力清除我？你妈是反动军阀朱化成的小老婆，反动军阀就是反动派，反动军阀的狗崽子就是反动派的狗崽子。他们为什么要批斗我呢？他们都疯了，你就当他们都是疯子，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。连生回来了。人生已是岁月悠悠，有人如意，有人哀愁。你求功成名就他乡，平安无忧。人生已是岁月悠悠，有人
体面又忍耐受，你就健康长寿，他乡吃穿不愁，是要尊严还是低头，珍惜所有，是要投身还是自由，选择放手。面对现实努力奋斗，被时代左右随波逐流，看那走过的岁月悠悠，不费江河不能回头。